好来。耍脾气哦，在国外的哦，还被丢包，谁有够惨？是我，是谁？是你被丢包的人是你吗？是我被丢包，谁丢包你？是我一个亲戚，她是我堂妹，然后我就叫她妹妹嘛。那时候就是哦，真的好夸张，因为那个飞机有 delay 关系，我们是分开买的，那我就先到了日本嘛。那因为我们住的那地方，它交通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都会先帮她做好功课之类的。那我就在要。他要出发前，我就先跟他讲，就传给他说：“哎，你等一下下飞机之后啊，搭什么啊？然后之后要再搭什么 JR 到哪一站，然后怎么走？”你们都会计划这种事？对，因为就是想说让他比较轻松一点嘛。那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做这些东西啊，因为我自己就会查了，你为什么要弄这些东西？那就算了。”然后后来他就是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就突然跟我讲说：“哎，为什么没有就是计划去东京铁塔？”为什么没有计划去哪个景点？为什么没有我想去的景点？我说这个行程表你不之前已经看过了吗？他说哦，我刚刚才看的。我说所以你现在要加进去吗？他说对，你应该要知道我想要去什么点，那你应该把它排进去啊，你这样子很不尊重我耶。然后就暴怒，他就说算了啦，都没有我想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了啦。他说你没有啊、哦、好任性，你没有要上来，你没有搭飞机来了吗？我已经在饭店，不是公主，但就是有那个病了。哇，我已经在饭店了耶，我很傻眼，我就只要安抚他说好，那我会把行程再改一改，我就是带你去一些你想去的地方嘛，这样好不好？然后好不容易安抚好，他终于下飞机之后，他突然又开始丢高，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订这么难找的饭店啊，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走，我一直迷路耶、欸然后他那时候到了饭店，最后最夸张的事情，他那时候说我觉得我很累，我想要睡觉，说好那你睡吧。他说我要关灯，全部关黑黑的。我说哦好，那我去厕所吧，我去滑手机吧，这样就算了、他说没有，你出去外面啊？为什么在厕所开灯滑手机也不行？对，他就说我不想跟你待在饭店里面，请你出去。然后我想说，这是情侣的吵架，为什么？你们是男女朋友？他说他要冷静，你们是在一起啊？那就很傻眼，冷静什么？这真的是我亲身经历，我太傻眼，我真的被赶出去房间。他要跟自己独处，对，可能要自己跟自己对话吧，对，或是跟里面某个人对话。那你就乖乖的出去了，对，我出去了。啊、你怎么？我还对啊，我还特别问说，那我要带行李出去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他叫我出去是叫我。就整个人走滚出去，还是说我可以出去稍微待一下？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我还特别这样问他，他说随便你自己想。我说哦，好可怕，这个是超可怕，恐怖妹妹耶。后来我想说，好，你说是表妹，堂妹，堂妹而已。凭什么这样子？你是姐姐，她有男朋友，她很难找到。就我不知道，你可以透露一下她的星座吗？对，她什么？她也是狮子座，狮子座，对，孤独的狮子。可是我也是做啊，好好奇。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对啊，要是我早就说拜，然后你自己立下自己走自己旅游。你为什么要这样容忍？他是因为我也想出去玩啊。还是他家很有钱之类的？没有，如果有钱我也想，好不好？出国还要这么委屈？对，而且何必要出国？有一些是你不想跟他出国都不行，就是譬如说像家里的长辈，像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带我爸妈去环游世界，这样子去一些可以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就譬如说去那个阿尔卑斯山藏，要他们的命，扛不住了，超哈扣，女儿一起去，命要我命。他以前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当过工人，就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愁用。他平常在台湾现在没事也会登一点小山，然后偶尔就会去散步。我就想要趁他退化之前，赶快带他去看看这些世界，这样。所以我比较不担心他，但我比较反而担心我妈妈，因为我妈就是不喜欢运动。然后在出发的前两个礼拜，我就给他开始吃红景天，因为就是要抵抗那个高山症嘛。这样，我们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峰，因为少女峰号称是就是最高的一个点嘛。然后就缆车其实有帮我们。再到快要到山顶的地方，但剩下最后一段路你要自己完成。那我们一下缆车之后，我爸就开始觉得说，哎，不行了，我头晕，我觉得我呼吸困难。然后刚开始我还觉得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是他是神经质，我就叫他硬撑着，就是你再走走看，这样。然后他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很危险，真的吗？好不笑哎！没有啊，我因为你就很傲，你会替他惋惜。没有，不是，因为你都到了阿尔卑斯山少女峰，你没有去看那个
景色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惜，我就说拜托你再撑一下这样。hold 住这一口气。但是你爸爸你妈呢？我妈状况反而还好哦，我妈是那种花了钱就一定要赚回来的，对呀，所以妈看起来精神挺好。所以你妈有成功的登上去了。有，他有登上少女峰。这张照片是在其中一个山脉，而且我好惊讶，我妈状况非常之好。在欧洲这几天，她不但状况、精神、体力好之外，她还气色很好。哎，然后反而她奇怪，那你妈状况那么好，反而你爸不行。对，结果我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一趟状况这么好？我妈才说没有啊，就是你之前有带那个低基金回来，她就是每天乖乖喝这样子。这个有用。她跟你爸爸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因为她有在补充低基金啊。对，她有在补充，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既然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差异，我就觉得我们全家人都要跟着一起喝。但必须讲，妈妈以前身体也不是这么好，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妈不太爱运动，而且她其实三餐不是很正常，但是她至少就是我买给她的东西，她会记得每天就是至少要喝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在我妈妈身上看到很大的一个差异，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自己要喝喝看？因为其实我带三个小孩，而且都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对，我一定要好好的补一下。其实小时候是有怕过低筋的味道的，它的味道是有一些有腥味的。但是他们家的低筋精喝起来很顺，很好喝。我算低基金达人，稍微不好喝哦，呸，我都吐掉。我是完全哦，完全不给面子，不留情面，对啊。对，大家可以喝喝看。哦，有个好喝的，而且不会黏，对，完全没有你讲的那些腥味什么都没有，而且它是非常好喝，跟在喝很贵的鸡汤那种口感很像。然后你会觉得说嘴巴会有一点那种好像吃胶原蛋白的时候会有点黏黏的，对，那个就代表它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很足，对，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喝，好喝。一开始我妈妈还会骂我说，就是我在家里就是买一只鸡来煮汤不就好了吗？其实家里煮的真的跟我们去买的低筋精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煮的鸡汤，它那个营养成分全部都被流失掉，也被稀释掉了。那我们可能喝进去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油脂啊、负担啊，那些全部都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另外要萃取鸡汤的这个最好的成分，那是需要一些高科技的。他们用的高科技技术是连水蒸气都没有。而且他们会把那个一做完一整桶的低筋精，去掉杂质、油脂这些，全部去掉一大半，只剩下一点点最精华的部分给我们。哇，那真的很厉害。对，因为其实真正厉害的大品牌，他们是很讲究的。像他们的低筋精呢，他们是这样子一整只鸡，他们萃取出来只能做3.5包的低筋精，所以很珍贵。一只鸡这么大只呢？对，只能滴出3.5包，所以你每一口喝进去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对，而且其实他们家很厉害的是，因为他们其实非常的讲究，他们从生产啊到养殖啊、包装啊，到出货给你，所有的流程你都看得到，所以他们是有得到那个产销履历认证的。他们其实盒子后面就有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扫。扫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完整的这个，就是它的养殖到拿到手上之后的所有的过程。要得到这个认证不容易。对，所以其实它有很严谨的审核过程。对，所以其实他们还有得过无添加验证的最高荣誉。无添加，因为现代人吃东西最怕食安的问题。对，还没健康就先蒙起啊。而且它是100%无添加，就连水蒸气都没有哦，你看有多讲究。那这个可以常温保存吗？可以。那怎么加热？你其实你就是可能隔水加热，或者是你把它倒到碗里面再去微波一下，你大概1-2分钟就 OK 了，非常方便。你像夏天，我有时候就是在包包里面就放一包，我也不需要加热，我就直接喝，我还是觉得很好喝。那很多妈妈或女生，她可能会爱漂亮，就会想说，那可是这种高营养的东西会不会热量高？完全不会耶，因为它其实是零脂肪、零胆固醇。你喝下去一整包，它只有21卡的热量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热量啊。对，太棒了。对啊，这个要请教专业的啦。对，王医师，低基金的好处是什么？低基金哦，其实哦，刚刚我们这样喝了，其实它的口感真的非常好。那我们其实人体最需要就是蛋白质，那还有一个就是要怎么样吸收，所以蛋白质的分子要小，然后又不会有很多不要的脂肪。刚刚讲说老人家消化不好，对，喝基金是非常好的，包含我们妇产科。产后的妈妈也很需要，对对对，对，因为她的体力生一个小孩全部耗光了，对，你要怎么样让她补回来？长途旅游、爬山，对不对？当然都需要。那她还有胶原蛋白，女生可能喝了这个，搞不好你就变得比较漂亮。
等等的因素，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可以推荐的。很多女生喝了以后气色就变好，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素，那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恢复会快，而且能够让你的身体可以回到最好的状况，非常推荐以大家不管老少咸宜都可以使用，全家享用，太棒了，可以喝，谢谢依依的分享，okay， 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喝，太棒了，谢谢依依，谢谢。好，来接下来了，擅自帮我管教小孩，这就是王医师的故事。那大家的故事其实都很类似啊，其实出去玩还是跟对象，那因为我们平常很忙很忙，所以之前在约要出去，其实我都不，他只是说我们这个暑假要不要出去，类似是这样，那你就规划好，我就跟着去嘛，对不对？到出发前一个礼拜，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冒出一句话说，他是谁，你老婆？对，他就说那个我妈也会去，我就愣了一下，因为你怎么都没跟我讲，岳母，对，就我岳母也会去，那你也不好说不要，然后后来就说，那我那个阿姨也会跟去，哎呦糟糕了，对，变成三个女人，三姑六婆团要出去，对，就是变。那你小孩是男生女生？男生啊，那时候还很小，就小孩子本来就会去嘛。一个儿子，一个儿子，那时候还很早期的时候，那不能拒绝啊，他都讲了，你能说啊？你怎么都不跟我讲？那不就大家又要吵架了？对对，那就要走啊，就出发了，都还好，其实都还好，可是，在管教上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因为长辈要顾小孩，他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会这样、那小朋友就很皮啊，有时候去那种精品店，他就像喜欢摸东摸西啊，那我们通常就是、你不要去拉，你个打下来那个赔下来不得了啊，对啊，那个东西都那、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会偷偷的去管教小孩，就是会有点就修理他那样、也会打他、对，也会岳母吗、对，他阿姨就是会有一些动作、小阿姨，对对对，就是他有一些动作，阿姨打你的小孩、对，就是有那种你老婆没有不高兴啊，就是抠他、就是有点是阿姨也太越线了，没有，就是有一点点是管教说、你不要去给人家拉，这样类似，那就是会有类似这样子、彼此之间相处上的一些摩擦，就不愉快啊、对，因为跟你岳母处得好吗？OK 啊，没有问题啊，对啊，都还好啊，对啊，但是不是为什么？真的结婚了，你跟你岳母处得好吗？你结束好快啊，只要抓动那个票，给医师票，所以出去玩还是真的要选对好的对象。我想，你看你生活这么忙碌哦，你就干脆一个人自己去就好了，对不对？你看他点头如捣蒜，因为哈。开心。因为医生平常忙碌，出国真的要舒压，结果有的时候你。陪什么啊？岳母啦、阿姨啦、老婆这些哦，你会觉得哦，还不如在台湾哦，真的认真。对，看着还比较轻松，反而更累。看着你最大，对，出去你最小。澄清要快哦，医师，不然那个黑粉会来。对对，黑粉很小心哦。好可怕